我哋第一组先走。哇！呢啲似八十年代香港。真系似。呢头有间培正中学咯。我呢度有间培正中学呢度。我哋嗰下同嗰啲十五六岁嗰啲踢波，踢一场波。哦，系咩？死咁大啫。十五六岁喎。哎呀。咁你喺度都呢個節目呢度都好耐咯噃，第一季咯，第一季有幾多個嘉賓喺度？一嚟係嗱，有小紅車同阿婉仔一集啦。哦，小紅車同阿婉仔一集。係啦，咁我哋之前有 MC Jean 啦，即係同我哋一齊做嗰個哥哥嘅《A Bridge》啦，有冇？哦，我 B 哥哥又翻嚟喎嚇。係咯。哦，咁啊 Charlie 嗰套拍完好唔好啊？個導演得唔得？ 個導演好乖噶嘛，好真啊！但係好俾心機嘅，得嘅。有啲鏡位其實好簡單，你每一場戲多一個唔好啲嘅鏡位咧，就似大電影咁啊。個格局就似啊，個格局似啊嘛。係。人哋已經進步得好快，唔好覺得自然。嗯。我哋應該要更加虛心學人哋啲嘢。既然人哋進步得咁快，如果我哋自己 要進步嘅話咧，一定要學人有啲嘢，令到自己進步。嗯，係，我都好同意，真係。唉，所以我咪不停到，我都自己睇好多電影。嗯，我中山日日都睇個電影啊。即係內地嘅電影都睇。睇，有啲又幾勁嘅真係。係啊，好勁，即係我仲喺度不停咁學緊嘢。嗯，我而家成日喺度睇，哎呀，點解 会做得咁好嘅，谂下啊，点解即系佢咁样嘅？佢做得好啊，做喜剧好得喎，做呢个嘢又得喎，即系不停喺度。系啊，喺度谂紧啊，真系。佢又好俾心机好，即系佢哋有商有量。嗯嗯，多拍一个冇所谓。系，即系唔会咁计较。系啦，唔会咁计较。慢慢来，华哥。好。你好啊，你好啊。 请车一下，那个手，对，谢谢哈，谢谢你哈，哎，选一个，这么好，哎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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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谢谢你们，你们很辛苦啊，啊，辛苦了辛苦了，我觉得我这个漏奶华说等的太久，有点漏气了。 我们先介绍一下，你的这个是什么呢？我这个是生人饼，跟这个一个茶，这个茶，我这个呢就是叫一个漏奶华，跟那茶，你们会选哪一个呢？哎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对，不用买，免费送的，来来，一份一份啊，好，一人一份啊，来，不要来一份，随便啊。 好了，妈妈，谢谢，好吃的生人饼啊，吃完生人饼啊，没得顶了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妈妈，我们请你们吃东西，这个是生人饼，这个呢是漏奶华，你会选哪一个？你喜欢哪一个都可以，喜欢哪一个？小，对，拿了，请拿，谢谢啊，对，谢谢，回去慢慢吃，很好吃的，很好吃的，表姐你过一过来，送你一些东西。送你来。 这个呢，就是杏仁饼。杏仁饼，这个就是一个漏奶华。我怕肥。哎呦，谢谢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去大厦来一个特技送礼物给人家，好，让他们有一点惊喜啊。OK， 好，我们也很惊喜，真的。 Hello， 你好，你好。我哋系呢个大湾仔的夜节目噶，咁咧我哋有两个下午茶想俾你拣一个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哎，嚟，啱晒，啱名啱啊。系。现在呢，我们有两个下午茶，你只能挑一个啊。一个就是漏奶华吐司。 一个就是那个杏仁饼，对，杏仁饼啊，第一楼的杏仁饼啊，一定要送给大家吃的，你只能选一个啊。
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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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里吧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这个是杏仁饼，一个是漏奶黄。你只能选一个，你会选哪一个？多士吧，因为我先想吃多士。啊，咁啊，多士。OK， 来。OK， 祝你有愉快的一天，愉快的一天啊！谢谢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好。我哋节目《大湾仔的嘢》噶，我哋咧今日咧想送个下午茶俾你嘅。系啦，冇错。咁就两款，你只可以拣一款嘅。系啦，你想呢边啦？多士，好多士。OK， 好啦。好啦 ，Have a nice day。OK，Have a nice day 吓，甜甜蜜蜜。好，多谢。OK 吓 ，OK。心算一下，我是五六，我还有六个。好，我有一二三四。啊，我们应该坐下来，我们自己吃好了。哎，对，我们一定要公平一点去处理这个事情啊！那我们先坐下来继续吃吧。我们现在呢有两种不一样的下午茶。对，华哥那个就是一个杏仁饼跟红茶，这个呢就是一个吐司，叫做漏奶华。对，你只能二选一，你会喜欢哪一种呢？好，谢谢你，我有机会。那中山不是做杏仁饼的吗？对啊，你既然不选那个杏仁饼，不是这回事，因为是其实两样都很好，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应该选哪一种。那饿一点就吃多一点的吐司啊。对。那我跟你猜，剪刀石头布。好。那你猜赢呢，这个就给我。你猜数呢，我就这个给你。好啊。太狡猾了吧啊。来剪刀石头布。布。哎呀。那数呢也送你一个。嗯，好的。啊，这个你给我哈。我这个永远。把它换回来是吧。哎，对反过来的。OK， 好。好，谢谢。哎呦，你好，是时候吃下午茶了。我们是大湾仔的夜的节目的，那现在想送你们一个下午茶。对，可是你们只能二选一，杏仁饼还是吐司？对，吐司。OK， 好了，我跟你打，可以啊，啊。打赢来送饼给他们吃啊！哦，我们现在呢就打一个比赛，六分四吧。来，六分四。如果赢了呢，赢了那个呢就可以给对方一份，然后输了那个呢就帮对方推销那个啊。好，六分四啊。好。哎呀，那我继续吗？来，喂，一比一，一比一，哎呀，哇，哎呦，哇。二比一哈。哎，哎呀，不算。哎呀，3比1了。3比1。哇。哇，哎呀，4比1哈。好，
对，哎呀，5-1了，5-1哈，哦，来了，来了，哎呦，以为我接不到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5-2，谁看？好的，国辉，哎。哎呀，6-2，我输了，输了全部给他，没有一个而已啊，全部给你，说好了，全部给你，全部送给你，我先回家休息一下。回家干什么呀？啊？喂，没人在，我回家跟你帮你弄东西啊。其实刚才有很多社工在嘛，啊，就全部给他们，好不好？对对对，小朋友来了，我们现在呢有3份吐司，有3份杏仁饼，你们选哪一个？吐司，对，吐司跟杏仁饼。OK， 好，好，都是好，吐司吃多一点。好，你要这个，好，好，不错，你有这个？哦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慢慢吃啊，知不知道？真乖，真乖，好 ，Cool。好，可以了，好了，总结一下，大家没输赢。有，其实我还差一份。这个也是不是输了，因为是输了乒乓球。因为其实打乒乓球嘛，那我每天都看马龙打球，所以呢，我就模仿他开球。可是啊，我们有3族人嘛，就是我现在输了，也不代表我真的会输。我还有根据他们的那个成绩，我们回去看看。OK， 回去看看吧。Yeah， 晚上还有吃饭呢。Yeah， 我跟华哥都搞定了。是把华哥搞定，还是自己搞定了？我输了，因为跟他打乒乓球，我才赢。小春会赢吧？小春哥可能会说的，小春哥，他嘴巴很甜哦。嘴巴甜，对。那小峰跟小峰会赢。小凤姐，对对，小凤姐反应很快，对对，说话很厉害。哦，我运气好，我打乒乓球赢他，就我把所有的都送给他。还好我看马龙打球看得多，模仿他开球。哎，叔叔。你要不要我们做一点点心，然后就是茶。哦，我们里面上不上面？我们那个我那个是漏奶华，就好像以前的西多士一样。如果要你选择的话，你选择哪一个？那我那个是不错的。我只有那个杏仁饼，还有那个伯爵红茶。我也有那个伯爵红茶。都差不多。啊，可以说差不多，但你要看你要不要。选哪一个，或是两个都要？我的那个就试完就两个不要都要不行的。OK， 谁可以选一个？叔叔怎么选？我那个就试完会很开心的。我这个糖分没那么重。我们也不甜了，我的那个。你不甜的，它的糖分不重，那到底谁的好？那你想要谁是谁、啊？你要选一个。你想要谁？人家可以不选，但你可以要谁就谁，也可以不要。搞个这个吧。好，谢谢，谢谢你啊。谢谢。不用不用不用。谢谢。哎，美女，有没有兴趣要一些这种我们的杏仁饼啊？还有那个伯爵爷奶茶，不，伯爵爷红茶。美女，我那个呢叫这个会肥啊？漏奶不会肥，不甜，漏奶滑。那个是漏奶华，好像以前有没有去过啊？我就觉得他那个会肥，这个就会比较健康一点。你们自己选择吧。他一点都不健康，那个。OK。拿这个吧。啊，好、oh, ，OK。谢谢。你要吗？你呢？你有。啊，要。啊，谢谢。我那个杏仁饼呢，就是把四个杏仁饼做人保的顶。听不懂。
听不懂，是个是个杏仁饼，做人毛的顶。我的那个是大旺仔肉奶滑，我们等着你来夸啊。你不一定要夸的，吃完喜欢就夸了。对啊，吃完就夸了。好了，谢谢谢谢。哎，你好你好。这个是杏仁饼还有伯爵茶，吃了杏仁饼做人母的顶。我们那个是大湾仔肉奶滑，吃完等着你来夸。我们这个是杏仁饼和白雀椰红茶，我们大湾仔肉奶滑，等等你来夸。吃了杏仁饼做人母的顶，还有这个伯爵椰红茶。我那边那个是肉奶滑，就我们不吃过了，不甜，很好吃。好了，对，好了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不用不客气。你呢？要吗？我们就做完送给朋友。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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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拜。我七分，我八分了，还有。不要，楠楠要不要送给你们吃的？有那个杏仁饼。同埋呢個白雀椰紅茶，我也要有那個紅茶，也有那個肉奶滑，就是好像西多士一樣。哎呀哎呀，小心！哎，謝謝。奶奶，哎，我們這個是送給我們自己親手做的，對啊，是送給鄰居吃。你要有兩種。有肉奶滑，或者是有杏仁饼，你要哪一个？你要哪一个？肉奶滑，杏仁饼。哎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要不都来一份？要不都来一份？都来一份？对，可以。其中一份哦。这个我们是自己在附近开的餐厅，对啊，我们自己做的那个杏仁饼，还有一个伯爵红茶。我那个是肉奶滑啊，如果大湾仔的肉奶滑，我们等着你来夸。嗯，看没？你选哪一个呢？你选哪一个？不是，就是你这是选是。好，谢谢，谢谢谢谢谢谢峰哥，谢谢。我们哎。哎，刚好有人出来。你好，先生。哎，我们是附近开了个餐厅。哇，春哥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要不要愿意吃一下？不用钱的。不用钱的，送你的。你看你要需要哪一个？你需要哪一个？啊，谢谢谢谢。哦，谢谢谢谢。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想你吃个杏仁饼，做人做到冇得顶。但要拣喎，但要拣喎，我呢个咧就系刘奶华，咁就你拣先。我就要红茶，哎呦！我也有红茶，但是要选择一个，只可以拣一个。我唔知点搞。随便随便都行，随心啦，都可以。随心可以啦，好啦，好 ，OK， 多谢多谢多谢。好啦好啦，大家晒大家晒，大家晒大家晒。哎，你好，我哋喺附近开咗个店啊，咁跟住呢啲我哋自己亲手做嘅嘢嚟嘅，咁啊有我呢个刘，有一个刘奶华，同埋一个红茶，嗯，我呢个就系做咩咩叫杏仁饼咯，杏仁食咗杏仁饼，做人就冇得顶，仲有一个黑雀椰红茶。你咧选择边个？我呢个就是大湾仔肉奶滑，吃完等着你来夸。你睇你选择边个咯？哦好。哦，多谢多谢。好，我还有四个。好，这个没有输赢，反正就把我们的做好的东西送给人家就 OK 啊。没有啊，今天晚上我要洗碗啊。我陪你。你会陪我吗？再说吧。我们在附近开了餐厅，开了一个餐厅，我们自己做的那个肉奶滑那个甜品，啊，送你的，送你的，你要吗？对呀。哎，还有一个，送你的，谢谢谢谢。打扰了，打扰。打扰了。喂 ，Hello， 你好，你好。我们在附近开了餐厅，就自己做了一些甜品。啊。我那个是肉奶滑。哦。有没有吃过？
没有，没有吃过。对啊，送你的，送你的，喜欢吗？对啊，对啊。哎，可以摸它吗？可以，可以啊，你自己摸它。耶 ，Hello。可以握个手吗？来。谢谢你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你要吗？我很乐意，很开心，很乐意啊！谢谢您，谢谢。会不会不够啊？不会啦，我们都是送给附近的。啊、对、啊，我们在附近开了一个那个大排档的店，啊、是叫大外甥的叶。我说叶，你说叶叶。OK， 好好好。就是这样子，对。好，还有就是我们是大湾仔，有粥吃粥，有饭大排档，有饭吃饭。对，没错。有粥吃粥，有饭吃饭。没错。有机会就过来支持一下我们。在什么地方呢？离这里近吗？东山口在前面。东山口。对，拐个弯就到了。东山口那个商场后面。是东山百货后面吗？对，对，没错了。太棒了，离我们很近。嗯、对。有什么特色招牌菜吗？哎，我们每天做的不一样。对。到目前为止是每天做的菜都不一样。周一到周日都不一样。不一样。对，我们的主题就是大排档，就是有一个大排档的特色。粤菜为主。对，没错。就很以前很港式的那种大排档、啊，对，所以现在菠萝包也可以，还没，但是还没做过、啊，有一些之前做过的蟹肉汪炒面啊，还有煲仔饭啊，等等，都有。好了，谢谢，有机会见面，对。哎，不错啊，我们的成绩不错，很快就送完了，是，对。送外卖，送外卖。啊，这个地方跟我们住的地方很像啊。嗯。哎，人不多。往里面走吧。Hello， 台湾仔来啦！这个是免费送的，给你试试。这个我们。对啊。我们租了。杏仁饼，你好久没有吃过了，这个不是我做，这个不是他做的，哦，是你做的，不是、哎哎，你说就好了。对，你看看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杏仁饼啊，吃过会生病的，当然不会啦。有，你看看，是任何人都认识。对，谢谢你，配这个饮料非常绝配，那个这个味道。小朋友，六奶华。吃过哗啦啦，哗啦啦，小朋友对吗？太多了，那左右都有了，左右都有啊。那谢谢哈，有点开心。如果真的要选一份的话，你选，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？那个卖一下。当然是小朋友。不是，我指的是说先拿的那一份。哦，谢谢你。先拿就是第一份了。谢谢你，就是第一份了。他已经决定了。对啊。谢谢你，你忙着了，不啊。不好意思。嗯，好的，慢走，拜拜。我帮你拿走这个杏仁饼了。喂，谢谢。哎呀，可以讲的吗？可以啊。他已经选了这个。啊、再见。我们大湾仔来了。那个有没有看过大湾仔？好。哎。那也这个是杏仁饼，先选就可以了。没有，先给这个结尾先上去选择。这个是杏仁饼，你很久没有吃过杏仁饼，这个是五香的杏仁饼。这个是肉奶华，哦，这个是配这个饮料的味道绝配，我不骗你，真的。这个也是绝配的。好，我就拿你这个。啊，谢谢，谢谢，请过，谢谢，好。啊，哎，你的家人有多少个人呢、啊？四个人，你觉得四个人会不会都 <Hello? S 1> 都喜欢这个肉奶华呢？好，谢谢。我们大湾仔来了，大湾仔来了。哎，现在呢，我们有两个口味，现在也需要你们去选择一下。啊，我告诉你，有口号的肉奶华，等你夸啦啦。吃过哗啦啦，这个是古巷杏仁饼，吃过一定好心情。你们啊，你先，这个女士，你先挑一个。他拿的不是我做的。多少钱？谢谢，不好意思啊。
不好意思打扰。哎，我回去怎么拿着锅去做饭呢？啊？不然今天就吃杰哥晚上也可以啊。对啊，也不用煮吗？对。其实你的杏仁饼应该很饱的，很饱的。对对对，我的那份肉奶瓜也很饱的，也很饱的。对，就这样确定了啊。好，小朋友，你好，大湾仔来了。你好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爸爸，我们现在呢有两个口味给你选择。对，一个是一个是杏仁饼，不是我做的，这个肉奶华很有名的。这杏仁饼啊，跟那个饮料的味道绝配，相信我，我没有骗。哎呀，很重啊，能不能帮我拿一拿？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这是免费的，免费的。只能挑一份，你选。要杰哥吧。好的，谢谢你哦，谢谢你，妈回家了哦。龙阳你好，你好。哎，辛苦啊，辛苦啊。工作太辛苦了，我送你一个杏仁饼，好不好？有喝的，有吃的，这个是肉奶华，哎，补充体力啊。这个很容易，杏仁饼，你小时候常常吃的这个杏仁饼。对，选一份吧，选一份吧。来来，免费免费。小时候的味道。要不要尝尝小时候的味道？大哥，免费的，挑一份吧，我手都断了。杏仁饼，现在就是小时候的味道。我告诉你，我没骗你。今天工作那么辛苦，吃一口杏仁饼，哇，当然心情好。哎喂，哎，你好你好，哇，有喝的，没有吃的，要不要肉奶华？对啊，肉奶华茶，哎，那个杏仁饼啊，吃过会生病的，肉奶华吃过夸啦啦，肉奶华啊，对对，肉奶华，杏仁饼也不错哦，那都行吧，你看看哪一个比较好，你已经拿，多谢你，多谢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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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，呢一份咧，肉奶华，而家啲小朋友好中意食嘅，嗰啲杏仁饼干得滞啊，我觉得。你细个有冇食过杏仁饼？食过杏仁饼未？食过啦，你话。你想唔想俾你个仔试下个味道？试下啦。好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哎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不要离开啊，不要离开。肉奶华，肉奶华。哎呀，你好啊，你要一份吗？来，拿了。好啊，好啊，好。要一份吗？要一份吗？杏仁饼、杏仁饼，小时候的味道。要不要试试？好，要要。啊，谢谢。哎呀，跟那个饮料很配。好，谢谢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啊，错，错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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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哎，你挑一个，你选一个，你选一个，这个是杏仁饼，这个是肉奶华，黑黑的，我不知道什么。哎呀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有品味，有品味。哎，喂，你好啊，阿姐，要不要试试那个肉奶华？拍过照就要吃这个肉奶华。有，你可以选择。吃过就要夸啦啦。那个杏仁饼是小时候的味道，小时候的味道跟那个饮料很配，这还要那个很干净了，你看那很干净。新鲜的感觉就是。对，先我们拍个照吧。我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刚刚跟我拍照。谢谢你帮忙，谢谢你的帮忙，谢谢。OK， 谢谢。你没了，没了。那我们可以回去了。谢谢了，拜拜。我们可以回去了，我输了。华哥，我帮你，帮你，帮你，帮你。哎，美女，美女。哎，这是大湾仔的免费、免费、免费东西，够不够？两份好不好？耶、yeah, ，很好吃，这个很好吃。这个甜品很好吃的。你咁多人啦，使唔使我多份啊？哎，我多份啦，我多份。耶、yeah, 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拜拜。过来，大湾仔来了。过来。你知道这个是什么？哎呀，刚刚好三份啊。对，每人一份，免费的，不收钱的。真的这个特别好吃的甜品。可以尝的。
漏奶华是，也是也可以解说。来来来，解说。太高兴了，当然。过来过来过来。哎，来我帮你拿了，哎呀。哎，来来来，手机给我，手机给我。手机手机来。对对对对，这个来来。来，那个。好的。好。好，准备。准备，一、二、三。谢谢，慢慢享用这个。好，谢谢。OK， 我们任务完成。任务完成，他送我一袋这个衣服。哎，马上走，快点走，走快走，快点走，快点走。谢谢，谢谢。好了，谢谢，拜拜。你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你看我们好像墙上面的字，一盆如此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哎，还有这个什么？两袖清风，哇，太好了，两袖清风了。哎，不知道他们回去这个店里面没有了？因为我们速度很快哦。对对对对，他们应该没我了，没有我们那么快。哎，华哥，你真的好厉害啊！你的杏仁饼绝对是啊。我是不是要去改行？改行推销，推销，推销员做那个。不不不，小心小心。哇，哎，没有东西，你看，我觉得东西那个街坊非常好，非常的啊，友善啊，友善，有爱心，哎，还有喜欢，太喜欢你了。他也很喜欢你啊，很喜欢我们两个。哎。好了，车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回去了。回去，我们应该是第一队了，第一队完成。啊，第一队完成，然后回去准备今天做菜做饭。啊，马上晕倒。哎呀，小峰哥输了？没有啊，你看我没有输啊。哎，我的医生告诉我，我绝对不能够输的。突然是我的心就不舒服了，今天晚上就不能做饭了。哎，叫你医生，叫你医生帮你。哎，拍中医吗？对呀，啊，对呀。所以这一大堆人跟着在干。哎呀，对呀，一大堆人一起拍，啊，跟着一起走就可以了。喜不喜欢拍这个中医的感觉啊？来，回去看那个大湾仔吧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来。哇，他们完成回去没有啊？我们好像是最快的，哎，真的。天华哥，你的诀窍是啥呀？这么快？我也不知道哎。其实我真的没有什么技巧的，真的没有什么技巧，就是。我就觉得奇怪，突然在几秒钟，你手上面所有的袋子全都没有，我以为你包扎的。掉在路旁，扔掉啊！对，很快，哦，刚好就是两个摆在别人面前，都会选那个。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们知道杏仁饼是什么东西。哦，对，他们那个新的甜品啊，六奶华，他们好像没有什么概念，我没有概念是什么东西，还有看上去。哎，黑黑的，对的，我的杏仁饼是白白的，卖相没办法，没办法，也有可能这个原因，也有最大的可能就是拉粉哥了，每个人都一见到他，我从来没有告诉他，哎，我是拉粉，我就是我台湾仔来了，对，再一次没有，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没有说台湾仔来了，他不知道我们是谁。哦，对，然后就他们很害怕的样子。我们跑过去都是，哎，没，我还慢慢的，就是很怕的。然后突然间你说，哎，台湾仔来了，他们就，哎，台湾仔，高手啊，高手。哪什么高手？得想想办法，尽快的完成任务，然后回去睡觉。喂，你，哎，那个是阿 low 吗？你搞定了吗？喂，你而家喺边度啊？我已经搞定了，回去
在已经在这个路口啊，我们已经完成任务了，回去了。我们也完成了，我们只是坐在那个谁不知道哪一条街。我们在喝咖啡。我们在喝咖啡聊天呢。聊天哪间咖啡啊？我们已经回到店里面了，休息了，睡了一觉了。我们已经很久，已经在坐在那边，已经弄完了。我们在聊心事了，我两个人谈心啊。准备好待会吃饭的菜啊。小来这一套，我不相信你。你好好准备待会煮那些菜啊，因为我今天跟他们是食客。食客。我们真的今天什么都不会做的。那小春，你的咖喱啊？你的咖喱谁做？我咖喱做给自己吃了 ，OK。我他的咖喱你们煮给我吃咯。哦，好啊好啊，那我不管你了哈。反正晚上两位啊，我们在那个时装店门口喝咖啡。你们哪边结果是谁赢啊？小春呢、啊？不重要，我们谁赢？你们呢？哎，我也是，我赢了，我这边也是我赢了。OK， 好了好了，帮忙，帮什么忙？为什么要帮忙？今天我是客人呢、啊。哦，不，哦、啊，好，收我们线了，走走，回去。肉奶华跟杏仁饼谁比较喜欢？现在从天华刚才那边听到，我那边卖华。应该是肉奶华是比较甜，它又过于甜，或者是也没有，因为看上去杏仁饼是比较方便嘛，就直接就吃，然后肉奶华又要肉奶，要用刀。那你没有想到刚才是主要是女生会怕肥，会吗？会。刚刚有一个就说他刚刚吃过了肉奶华。听过啊，不，昨天去过，都吃过。他跟朋友吃过了，这个也是女生啊。嗯。然后我们今天也找了一些年纪大了一点的，看了大一点的，他们可能会比较喜欢吃那个杏仁饼。年纪轻才会吃肉奶华吗？应该是，对啊，肉。因为我好像我妈妈的年代是常常吃那个杏仁饼的，他们好喜欢吃。那时候没有肉奶华，没有肉奶。那个时候没有肉奶华，因为肉奶华有一点就是像以前的西多士嘛，西多士嘛。所以如果有一些朋友他觉得那个西多士是比较太甜的话，他们就不会选择肉奶华，嗯，对不对？反正我那个伯爵椰红茶肯定是最慢的。最多人喝到这个伯爵椰红茶，嗯，所以还可以完成任务。如果你问我自己，我会选择肉奶华。不是你问我，我会选择杏仁饼。那个刚才我吃过的那个肉奶华是挺新鲜的一个，对我来讲是挺新鲜的一个。但是我没有吃过那个杏仁饼，但是我印象当中以前我也没试过这现场里面做杏仁饼，那应该是不错，对，挺像，嗯，对啊，因为我记得以前跟爸妈一起去的时候，那个味道很好，但是太久没有吃过了，已经太久了，五点多了，对，一次工作就开工了，都要开工了，现在5:30。虽然是今天很开心，很荣幸抽了十颗，但是也会吃起来都会觉得背着骨肉。我也想象不到今天啊，如果看到我们的兄弟，尽量去避开他们眼神。好，尽量不要看他们。只管吃，只管干嘛？不要跟他们有眼神交流，眼神对看。对，那就好一点，就不会尴尬。如果看到他们。对啊，看到我们的兄弟那么忙，我们坐在那边吃饭，好像感觉有点。所以不要停下来跟他们有对视，不然有一些。他们拿菜过来，我们都不理他。谢谢，那就 OK 了。
不要说了啊，谢谢不说、啊，谢谢不说，放下来，不然这你就附和他就他们就更难受了，也不能太多，哎，谢谢你麻烦你，也不能太多就有点怼他们的感觉，要我们的态度要让他们舒服一点。今天蛮满足的，我觉得，因为评价还是蛮高的，整个过程都很顺。基本上两天你们做菜都很好，效果很好。当然都是我们的师傅的功劳。对，对，还是还很想念。全哥真的想念你的脚，想念你的外套，想念你白色袜子，还有身上的味道。我身上充满了味道。对，我们很想念全哥。每一天没有见过他一次的话，我就默默地想念他。我做梦也会想起他。对，所以我们就拍了一个万载故事，对，关于全哥。对，可是今天其实我还是找不到你。我的那个菜 OK 的时候，你不是做我们中间的桥梁吗？对不对？你说话呀你啊！原来今天他在吗？哎呀！哦！哎呀！会玩，会玩。他是做客，今天他们两个做客。对，我搞乱了，我以为他是客人。突然之间又在我们的店走来走去啊，分裂分裂。之后邀请谁？天马行空的全哥还是全哥？两个全哥吧，他有没有轻松点啊？全哥全哥。刘德华，华仔，华仔，对。周润发，哦。王菲可不可以？王菲。我就喜欢张学友啊，黎明啊，郭富城啊。卓哥跟静哥，张静。运动的明星也可以吧？姚明可不可以？会不会太高进不来？他进来我们的厨房参观一下。对。哎。超级丹还有这个易建联有没有？易建联，易建联，易建联，真的耶！丁俊晖也可以，丁俊晖。能用吗？那既然不能用，我们说一些靠谱一点。譬如说。哎，乘风破浪的姐姐啊，涛姐，哎，涛姐也可以啊。对，我觉得她会不会煮饭呢？她应该会吧，看起来会，还会做饭。常常没有考究过，就说，应该会吧。然后天马行空一点，就是刚刚 po 个回去香港。然后现在就再回来，马上回来。一定是这个行业的吗？不一定。但你要想象，我们不太认识他，来了之后说什么？聊什么？聊吃的呀，我们聊好吃的东西。那我来煮了。你现在已经很能聊了，
但说实话，刚开始的时候，你们帮忙去跟进来的客人先给他点点话，他进来就很自己会主动，有些什么话题跟我们一起切在一起，就好像是我没有主动问他，他说嗯是啊，哦你来这里工作，嗯啊是啊，之前说对啊，我来了这里，我是做什么怎么怎么，你明白我意思啊？之前好好，大家都在摸索，对啊，在摸索，嗯，现在好了，顺畅了。